个信徒就听到查啊查啊安静，伊就甲当作这毋是来献冤，啊，就有可能安尼就错失听的机会。我为着不爱予人错失听的机会，所以我大小声拢甲讲入去。所以我拄好讲过，讲累积是结消了，才来咧讲累积。所以虽然有那时啊，咱有听到这款大善法，啊，不过就是有业力的，所以呢，迄大善法行较袂出来。安尼顺道会用当作嘛是罗汉安尼，啊，其实就是因为伊是伫个当要消业的过程。啊，是安那业还袂消，伊个大善法行较袂出来，就因为讲我，尊重我累世欠人拢济，我就唔敢甲你接受啦。我若一甲你接受吼，你就是要来甲我讨债个啦。所以安尼时，伊会选，伊第一个念头就选择啥，管理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惊讨债嘛，我都还阁排业滴个。哦，所以有个人虽然有这个发菩提心的一款大善法在心内，但是吼，伫这行为顶端、动作顶端吼，伊原来会惊惊，为虾米？因为会靠啊。我咧讲，恁敢恁体会出来未？所以安尼的时阵会去用误会讲，哎，就是，这个罗汉，啊，其实毋是。其实不是，咱会当讲哦，伊目前还袂聚焦，聚焦，具足啦。但是实际上有一挂人是根本大乘法都拢毋捌听过，啊，而且吼，伊对事物嘛是无甲伊讲这個，所以伊来搁来的时阵哦，伊就照伊过去的习气来行。啊，迄款真正就变作定性生物啦，迄就真正变作安尼。我安尼讲恁听啦。所以原则上，你爱加听较对的。所以，要成就无上菩提哦，绝对爱骗学，无骗学是袂使。所以我顶礼拜都。大家讲过啊，讲吼，你甲坐火车同款吼，你若讲行伫迄条，还未到台北站，你就伫迄台中，还是伫迄台南就落车去，啊，这拢是无经验过啦。哦，你若有一个有经验的人吼，有人要落车，伊就讲，小等了，这毋是哦，你无，你嘛，你台北还没有到。上好吼，卖坐迄个吼，逐站拢停的吼，会当坐迄直达车，卖逐站拢停，逐站拢停吼，迄时间会拖去啊。所以毋只讲，若有机会碰到大乘的神智识，啊，迄是你的福报，迄是你的福气。虽然吼，你过程咧磨的足苦，啊，毋过。速度会较紧啦，因为你若讲吼，落站啊细细，还佫看唔到，讲敢若毋是遮，我要佫继，我佫来回小巷搭，哦，啊，迄时间会拖咧，你啊，唔知影落站去佫看无，唔，迄敢若毋是遮咧，台北敢若毋是遮，哦，我佮到台中咧。啊！迄阵时阵就讲啊，安尼唔对，安尼哦，咱过来回想象下好啦，吼，搁上车去，安尼时间就拖去啊，吼。所以有两款的习气，我讲恁听，恁可能就会体会。比如讲，我若惊甲你接受的时阵，
啊，我尽量甲你离得开。啊，其实尽量甲你离得开是根层拆开。所以我现在开始讲，这两个拆开用较先提升，唔惊夹夹来我挡袂掉啊。所以先拆开去啊，慢慢啊，心无我啊。啊，菩萨不是啊，菩萨是啊，不管你啊，反正的，我已经无啥物念啊，所以呢，我甲你接触了去，我只要心地就好。所以虽然呢，这肉体甲你咧接触，但是我心已经离啊。啊，心离嘛是无欲望啊。但是呢，因为在接触的中间哦，我有法度甲你引导啊。所以这是菩萨道较苦的所在啊。我亲身来甲你引导，甲你教。这有啥物效果？这有应激的效果嘛？有的人想讲，啊，我免甲你教，我用写就好啊，我写物件留下就好啊。但是写物件留下，敢算应激？无嘛，因为你无法度直头点出对方的缺点的时阵，啊，对方就无法度，唔知影要哪改变啊嘛。所以实际上是菩萨道，较好行，较歹行的，歹行，因为直头接触的嘛，是不是安尼？我若讲我卖直接接受，我就写就好啊，我写给伊看就好啊。我们也卖接触了，但是写给伊看，你无得知影，你唔知影，你唔知影家己的问题伫底啊。恁敢讲看就拢看有出家己的问题啊？太厉害啦！所以我唔只系一直吼呼吁讲吼，你袂使干伫电视内底看，你袂使，你袂通的啦。吼，当然伫电视内底看会到，这嘛是咧学问对个，但是迄是初学咧学的，迄一个概念尔。迄你啊是。实际上，你碰到生地烧的时阵哦，是安那有好处？因为伊聚焦三明六通，伊会当甲你点你的问题啊，是哩安尼。哦，所以菩萨道跟特圣种的不一样，在哪个地方？我讲完咧，恁听已经听了。这不是名相的问题，这是实际上佛法运作的问题啊。这不是干那理解内底就行的迄个种种的科研伫内底，所以人家都迄个叫道种智，那不是一切智的道种智。所以。四禅，四禅呢可以，这个除哈，除烦恼，所以这个有时候只是自力。所以整个修行的次第，这已经是在讲次第了，道次第。先
有宿舍，然后呢，上重的功夫有吼烦恼袂起，这对家己有利啊。但是吼，袂使大饲肠胃，肠胃的爱做这个境界。哦，所以爱个从市场里面的发通，啊发通出来呢，才能做什么利他，不坏。所以一家的家贵点哦，那个是哦一二深度大圣的过程。所以任何修行人，你若真正是要行菩萨道，慈悲甲智慧会出来的时阵，绝对爱记住通啦。这不是一般的人咧讲的通灵的通呢，通灵的通是根本咧烦恼无度的呢，因为伊都欠一通呢，欠漏尽烦恼都无度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一般的通你是迄无随便去通的，因为伊都欠一通啊，欠一通这烦恼是无的呢。烦恼是无治掉的，哦，是多进的一个心，哦，所以这款吼，会当安尼，那是爱赞叹的，对，袂使诽谤的，因为无执着这样的无，就无这世间的迄个人天上。有世间的人天上甲四圣，拢嘛可行菩萨道出来。无我伊拢，我拢用我的习气咧做法，咧做代志。哦，我靠，可能会改啦。恁啥物人哦，肯改家己的习气啊？迄若无讲吼，迄菩萨执着济哦，甲你点讲，你这袂使。我搁比咧，吼，我顶礼拜讲的，坐火车吼，迄若无讲人甲你讲，这都毋是站，你莫落去，你一定嘛要冲落啊！我都感觉这是你讲毋是，我就台中这就是啊！你，我都要落去啊！你家己要创啥？会当坐到台中阁袂歹个哦，我看有个哦坐到高山就要落去啊，我坐个，坐个遐苦个啊。所以是，然后，即摆来讲这空性的很重要，就是因为空性，所以才可以从欲界呢入出禅，啊，就因为空性呢，再当由入界呢。由初禅进入二禅，为什么？因为实有性，你要来提升呢？初禅啊，实有性的，你较有可能会改啊。就是一切法究竟空性，你才会当提升，我讲对不对？所以，原则上就是因为这个正因空性的理解。所以才能呢，初禅入二禅，二禅再入三禅，三禅再入四禅，四禅之后不着在肠胃上，又发通，那种一层一层去的呢。所以《般若经》内底讲哦，菩萨不受。咱多含着这果报吼，果报当然是有苦的，后尾行者，但是